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红发 Hibiscus，这个是我双剑论股里面的一位专门所问的股。如果你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。这个朋友就问，还可以 hold 吗？这个老实讲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答你呀。基本上呢，它已经是断头，这个是头。这个是双顶，这个双顶呢，已经是差不多整半年，这个是颈线，已经是跌破了呀，跌破了，双顶跌破了就，估计呢，它应该会有一轮往下杀，OK，跌破了啊，但是它可能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死猫跳反弹。这个就是叫做刨命波，OK，双顶呢是这种形态的，跌破了，OK，已经是跌破了，是非常惨啊！跌破的时候，如果那时候有买的话，应该要卖。双顶呢，很大机会呢，它会形成这样的 pattern 出来，弹上去再下来的，我说刚才我讲的刨命波就是这个，有一半机会啊，也是有机会继续，也是有一半另外一半机会继续往下掉呀，没有就说没有弹上去，说但它如果有弹上去，它可能就会跑到这个位置里面，大概是0.99，然后又跑回来啊，这是双顶的这个形态的一种形状吧，pattern 吧。就看你自己本身咯。如果你觉得有机会，OK，这个是一般罢了啊。有机会弹上去，而且如果你的本钱又不是吹水不是很大的话，是可以等的，弹上去，OK。如果你的本钱是在这边的话，顶部的话，这个就很难搞，这个就难搞点了，因为现在这边买，这边卖跟这边卖的其实都是相差无几呀。OK，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大红法的一些看法啊。现在是9毛钱，真是很惨啊，真是很惨呀。我知道有几个朋友呢，也是之前也是一直去买这个，我也是有讲过要小心一点。相信他们现在也是亏损中呀。OK，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。不要跟这个趋势作对吧？谢谢大家。